伸展台上从容不迫，展现自身专业。模特出身的日本女性蔡蔡绪，以一双长达85公分的修长美腿闻名。作风大胆的她，拍写真实，更善用自身优势，把修长美腿发挥到极致，引发讨论热潮。拥有一双85公分长腿的日本辣模蔡蔡绪，凭着无敌长腿迅速窜红。尤其是她老爱抬高腿玩自拍，就连写真集也大胆用屁股蛋对着镜头晒长腿，还摆出人肉拱桥的高难度姿势，吸引一大票网友狂喊超正的。但她的腿还不是最长的。英国的20岁模特亚历山卓拥有长达47寸的纤纤玉腿，号称全球最长。而俄罗斯美女斯卡娅也不遑多让，靠着106公分的美腿，成为俄罗斯全国选美大赛的长腿皇后。演歌双栖的金曲歌后莫文蔚也是长腿美女一枚，就连17岁的哈萨克女排选手沙宾娜腿长也有120公分。长腿美女何其多，蔡蔡绪若是想靠外表吃一辈子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三七什么？